最好这两包一包试一下。好，你看我。水果也好吃啊。对啊。规片的后礼拜就来啊啦吼，来啊，等一下后礼拜就来啊啦。下礼拜就来了啦，好不好？来，我跟你讲哦，你把迄个吼，咱公司的上面的啊。这什么鱼？土托鱼。哦，土托鱼啊。土托。可惜哦。这边拿一鱼三只够点贵啊。哦。这边才两千几多，来个钱哦。熬未落你看，熬未落你看哦。上千熬未落你啊。啊。我来讲，我看看嘛。我先看这边。这尾啦，一千块，你也买袂到啊！规尾你也全部买台，当然麻烦，独好你整了。头尾你搞煮汤老白菜，卖我你一千哦，我你九百唔免哦。一尾上千价钱买到退钱啊，七百五在上面就七百五，七百五，七七，七百五那边只有七百五，现捞土豆鱼，谢谢。来，我见头顶七七嘞，你要吃啥？冰心地瓜。我来讲，我顶礼拜起价怎样？顶礼拜三五六个人过来找我啦，讲要食这啦，我无炸，气甲真正，啊回来啊，我袂去养出啦，这啦，顶礼拜拜五，迄人过来哦，五六个拢过来，我要迄个冰心地瓜，要冰心地瓜，我拜三你知无？我下班无聊，我无分啊啦，我去迄个客户一间全家啦，我要买分啦，伊面单看到伊内底多少只啦，我来甲问，我甲伊店员讲，你迄一个行，一个闲钱行条，或者讲歹者种交钱的。我来讲，我见交钱的话免钱，你都搞讲平均一条偌济了，一条四五十块，一条四五十块，啊，我想互你退冰来当食，拢唔免去煮啊，一包一公斤，卖五百，卖四百，一包卖两百，你就拢买袂到啊，一百五十块。来，来冰心地瓜，冰的冷冻来当食，退冰来当食，做好食，百五块。百五，胃肠无好，一包你来当食，真正百五块尔，要减肥的你嘛来当食一包，百五了。百五啊。谢谢，收。来，多你袂哦。来睇下客人，准备什么食饭啊？我是为你接新来。你又要什么食饭？你客我拢来平地啊，未接，我跑你龙来处理个总部事。系啊，我知我知。来，另外人要食排骨。伊这人讲铁路排骨啊，铁路排骨啊，伊这等下你用煎的啊，足香的啊。伊这排骨冷冻带放，爱食卖三百五百，拢免两百上面就两百。两百啊！有人要食排骨的无？来边一坐。这种简单，这等下拢煎煎的尔，这无面无够，唔免让你开什么时间。哦，你个买排骨等下就钱袂付啊。队伍啊，我来讲啊，这拢来做啊，做好些，一队过来啊，三百五百，来者，全部我来三啊，两百来啦，你加价钱我都加一队啊，两百啊，几个？一队是咩啊？搁买了？哎，两百啊，我搁加一队啊，搁加少一队，三百面啦，两百，来者，我来要食排骨嘞无？来一队啊，先看卖，食看卖，方讲讲。哎，这排骨很贵啊。最主要这排骨搁软啊，你若订你就买，一队咱卖啊济啊，两百搁要食排骨哦。哎，两百啊，排骨搁有卖无？加一队啊。两百拢有啊吼，有啊，咱就收啊，收啊。啊，过来，你买啥？火腿肠，火腿肠我记起，来我火腿肠，火腿肠记起。萝卜糕，萝卜糕记起。你全部人袂听我讲哦，这包是我公司内底火腿肠上大包，量嘛上济，啊，一点偌重，三斤半，规口十尾只有够啊。一点搞去海山打，甲你腰棍加一个盎啊，保鲜膜封咧，甲你膨胀，要甲你加八包，要甲你加一千，一包大包的哦。我来讲，一鼎三斤半，规碗满满料哦。卖让你开一千八百、七百、六啊五，拢做免，全部六点名，新价钱五百了。来五百啊！上面食火腿肠啊，五百块。五百，靠钱者。一包套嘞无聊，退一包。今仔你搞买五百，我来讲，一包无爱卖，只要送，只要欢喜，食我的。两鼎七斤重，三个人加包顿的，开五百了。五百。我来讲啊。这个物件，鸡啊，迄种物件，过年拢大起的，我无解好笑。你别，你紧买买五百，五百啊！过来要食火腿肠，若无了，你起来行无？最后搁一个五百，五百啊！好钱，哎有啊！最后搁一个五百，上面一个火腿肠，一只来三斤半，两个人加你买买过试食，看卖鸡啊，看卖老鸡两方，我包无解收啊，规日小家庭，你买一包上面吃。哎，鸡啊！最后一包鸡啊，我来收。最后一包鸡啊，好钱啊！咩人？咩人？哎，都搞，一大人在了，你菜刀贵好多钱？我们的吗？对啊，我们的。阿姊，你敢买不着我这边买菜刀贵？这真好笑哦！伊这港式的啦吼。阿姊，其实我倒卖一箱的，我当卖一箱哦。你看，我卖一箱哦，这是第二箱哦。伊这菜刀贵港式的吼，你甲煎看嘛，切切切，做好食，搁加萝卜足香的。这一包港式萝卜糕，内底底十块，嘛要百五。
啊，上上买百三两包，买二啊六三百，我唔免互你开300-500，一个人买两包十块买，八条互你过来，200了。哎，200啊！买两包，我这包我送你30袋，先加钱，我这包给你40袋，食无只退钱，200了。哎，200。有两要食菜头粿无？萝卜糕200。萝卜糕200啊！萝卜钱啊！有两要食萝卜糕无？200。哎，200。伊这菜头粿足香个啊，伊这菜头吃真好个啊。OK， 头前个一个啊。这无人菜头粿一包50，质量真好个啊。200啊。来个，来个，一萝卜糕啊，菜头粿啊。200。几个来无？好啦，我来几个。200个有买来无？先吃啦。菜头粿啊，先看卖，食看卖，带好食，带香啦。拢有啊吗？200。哎、欸，也是你买较少，100嘛无要紧嘞。你若要买较少，阿姊，哎，200。阿姊，买较少拢无要紧啦，到后要两分。买两分啦，哎，大哥，我阿生话无，阿生话叫电话来传落伊来。到后要生话，你望传一家生话，阮大哥者。来到后要100无，食看卖好食，真正拢无啊，100。有啊吗？该要搁钱，要搁摆啊。我讲啥要搁摆啊？伊还是空啊。啊。搞你过啊！我买要一分啊！啊，真正无啊！等下伊滴无用，等下。一百块钱我得啊！啊，才200，好，等下收你一个哎。你收要怎么啊？我头前啊。已经买你哦。那个帅哥，你敢在地交易啊？你咪这个人啊？是。我是啊，那个问你知无？因为叫一条海产街。海山街伫迄个油中路，迄规排拢海山搭，你凊彩一间甲行去，甲点一只馍拢500-500，下骹甲你菩萨高丽菜是，一只我来讲600两只就千二啊，哦，这馍啊，我免让你开千二，拢免新价钱的1500。来吃哦，要食好的来，我这只搁送你，新价钱的这只够你，你免搁考虑啊，准这两百够你，1300要食一千，1000，来超前哦，1000，超前，来千一，再来再来，美女。我再多一次给你，钱就两倍吗？哎，我没有，最好不，全是3600，没有了，美女真满意，都非常好吃。你签单了都是 OK 啊？没有的，600，才600。啊，你好，有人要吃虾啊？无，全是同阿哥要吃啊。虾子有人要吃吗？我虾子逐天我没做多的呢。我这大只最好存6名啦，不然最好存6箱，你哪个不买？马仔开始就拢较细起来哦。哎，伊这叫人你讲的吼，迄个二三的白，我做歹你，有法度无？你话甲处理好啊。伊这个物件就是人你讲的迄个白虾，大只的，爱食的，卖让你开3000块2000，先加钱的1000了。来签了，签啊！二三啊，红卡白，我还讲我只要搁送你，就剩这两个先加钱的500了。哎，500啊！500，有人要食白？好钱啊 ！OK， 准备来无？准备啦，先白了嘛。先白白虾啊！先白个个。哦，伊甲你服务了啊，都爱互伊用了，好用。迄个某伊服务人家咯，这个好好用了。炒饼啥物事啊？阿姐话伊讲，你捌食过猪脚无？恁家人毋捌食过猪脚，我来问阿姐讲，有人毋捌食过猪脚无？我来讲，一包你甲食，猪脚你无爱食啊？即人你讲个韭菜馅饼，哦，即你甲煎落吃一下爆汁。一包总共30粒，恁客人去食看卖，卖300-500。这间才有公司名，这间的馅饼真正有名，全台湾迄个人你讲的团购网哇，第一名，销售第一名。爱一包卖300，卖二啊，我先给钱的200送你吃。200啊！伊这叫韭菜馅饼，大嘞哦！你搞买200，我大袂给你哦，我一包搁送你哦，200哦，200了。好一个啊！我一粒卖你300，一粒卖你300啊，无食搁给咱200，200了。来超市过来，超市好食啊！哦，来超市，新人过来，团购费啊！这上面吃，以及跟哪里讲月亮花枝虾饼，咸辣月亮花枝，因为啦，都有虾啊加飞机。好，月亮虾饼无啥物，月亮虾饼就干虾啊，这个加飞机一定较贵，这一包只要200啊，2包只要300，这重点我讲来听。伊内底有啥物你知无？泰式酸辣酱，你唔免可以全点买酒料，卖你开300，你啊个拢总唔免新价钱，200我了。200，第一两个。买
两包，我一包搁送你，买两包一包给你。来，你帮我这个有无？三下无啊？三下。过来三下。一包过来，三包五包。三下啊！哦，到底啊？最后搁一个三下啊！两百啊！一包五十块，你买无只好钱。最后一个两百。哎，两百啊！没哦，感谢好，多谢谢谢。最后搁一个两包，两包。好，伊这个月亮花枝虾饼。我上来带保证，内底上虾啊到飞机，月亮一定无两百嘞。两百啊！有啊吗？嗨，你若对伫内底看到月亮，你也去拜拜。吼，到内底买一包试食无，就是四包。你若要买买一包，就买两包就好嘛，卖个留只四包。保利龙啊！哎，来林某，你给保利龙。来，你若无啊，我来一包啊！哎，一百啊！两包，一包。拢来，OK 啊，自动拢来，我看了知影，阿姐姐送过来，等一下再拿。这上面这，我要保利龙，我讲这你内行的呢，以前哪里讲回头呢？你敢买点麦当劳吃过薯条？有，我也绝对无输，是哪我敢安尼讲？车，哦，所有物件拢有分一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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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为好的开始普通的吼，介绍下落来，我来讲。我薯条含青葱贝啊，叫第二级的，相关的第二级的。啊，这两个你嫌着，你所有的早餐店你都免过去吃。我叫这组叫黄金脆薯，互你吃的真的钱的，会酥会脆。好，安尼吃看卖哈，一包百五，两包三包。来，我来讲，是啊，我会叫到这好，你知道？因为我感觉讲薯条是一个四界拢有的物件啊。吼，你连早餐店、早午餐四界拢吃着薯条。我来个给普通的哦，你去外口吃，你免来我这怀疑啊。咱买就尽量买，含人较无同的。你要食薯条，买三百、五百、两百，上面食两百。两百啊！我一包搁送你，食看我来看看，我无爱好笑一句的，三包啦，唔免三百，二啊五百啦，来两百，上面食两百。两百啊！薯条两百。脆薯啊！有人要来无？非常好吃啊！我跟你讲，来，别放你收起。我卖三个人客其实就好啦，你若甲我买两包无安尼啦，因为你毋捌食过，你毋知好食歹食，你的心内你想讲，这个头家卖薯条好食歹食，你会考。